我的赞，忘记了。我只会唱那一，我哎 欸，只会唱，新的，我只会看能不能再开启一点点。鲜肉击杀敌人后回复生命力，哇，谢谢新的东西耶！哇塞！你看到有肉排就吃下去就对了。好的，肉排。新东西。哎呦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卡住了？你是顶到头啊！不是啊，不是顶太空。阿贝安安，默默忘记了，默默在你，忘记了。对不对？我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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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得得得，对啊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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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破那个，超级歌词，猜一猜。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，哦，对对对，吼吼吼吼，耶！在嘞，怎么不经但意？什么笑容？怎么？哦哦，有啊，就啊，好呀！小啦，有啊。我不会，你的身后守候的我，多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。吼、哦！好，天哪，叫我歌词猜达人好不好？干是我对这一首不熟，好不好？我最近才突然无意间哼到这首歌，因为以前没有看《恶作剧之吻》啊。为什么没有看？我觉得很好看呢、我没看啊，欸。可是哦，我就蛮喜欢听你是歌看而那个已什么《啊。终极三国》的那个人吧？我终极系列只看《终极三国》啊，《终极一加一》跟《二》我都没看啊。我有既定的几率掉一个宝物哎、欸、啊！你们要不要掉个宝物给我？这什么东西呀、他说会有啊？哇，一定的几率掉到宝太物，屌了！哎、欸，新东或西者好这个有多哦。一定的几率掉了一个可以全部技能冷却时间重置的包包。你说子弹袋啊、嘿嘿嘿嘿，喔？我有对，啊。你好棒哦！干，不是你那本书好屌哦、喔。他掉了一个东西出来了。掉了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是技能重置的那个吧。欸，所以我现在越打怪我会越强，因为它会一直掉，我会一直捡，然后越打越会越哎、欸，有那本书也分我，我要想解锁，因为它里面有东西是要开启解锁的，就是我可能还不知道这本东西，所以我需要解锁它，懂吗？等一下，这里有一只很大只的东西，很大坑我呢、欸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不不不，妈妈，你说绿绿大大的，靠要这样按右键呐、啊，按右键打怪啦。默默的站不在。是不是，不要摸，谁不要摸我？我没摸你，我摸他们呐、啊。我是不是在打人嘛？我跟你讲，他掉这了一个东西，他掉了一个东西出来了，放心，来吧，姐姐。哪一个？你不要再跟我讲说子弹袋哦，我一定扁你哦。知道，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？我不知吃到，可是我不知道，道是什么、欸。哎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啊。感觉很像金沙巧克力的东西，被我吃到了。我操！你怎么那么会形容啊？那 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你要交给我尾刀。你尾啊，你尾啊，给你尾啊！耶、yeah！熊熊很棒哦，我拼问号好了，干要死！你刚是开箱子开到的还是？开箱子开到的，你开看呐、啊。不一定也会有哦，不是这个。我也希望我有，这个是不实用的。什么古尔的巨著？对啊，巨哎、欸，这作个是啦！巨著。哦哟，守了按有右一键，定按的右几率，键，快造点！成前阴面一大线。堆怪，按右键。你没对不看到起。后面吗？右键是不是有 CD 时间呢、啊？有啊，所以你要，你有一个道具是增加你右键的那个，减少 CD 没有增加你右键的使用次数啊。然后或是你去捡子弹袋，子弹袋可以增加你右键的那个冷却 CD，就马上 CD 好了。你看我地上丢这的个东金西金不，的。再闪啊，没了。它就是那个减去吗？那个就子弹袋啊。哦哦，
那、啊、这个就先不要开啦，这个要花那个月亮币。打怪有机会掉啦，不过真的不好掉，一场不一定有两个。哎、欸，有到对，这里有个子弹袋吗？那是子弹袋吗？我看一下。你先看啊。应该是方形的盒子打开的。哦。那就是子弹袋。那刚刚那个是子弹袋。哎、欸，你有看到祭坛在哪里吗？没有哎、欸。看，我也没看到、欸。这地方真的超大的。你所有讨厌这一关啊。这里下面还有一些东西。咻。哎、欸，继续唱刚刚那首，我忘记了。嬷嬷。又嬷嬷。当射出 S 系，啊，当射出他大受到伤害时会，隐形。那你说是不是很契合我？哎、欸，干，怎么你拿到的都是我没看过的啊？啊，我要补我自己了，我要死了。你要死再叫我啊！我不会死的。看，你刚刚是因为我挂治疗哦。没办法，我真的很会玩这游戏。都给你拿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说都给你拿就好了啊，怎么了？不好吗？很棒啊。对啊。优秀呢？什么优秀？谁？优秀呢 ？You sure? Are you sure? 卖吹不？啊，那个边边角角都找一下哦。就是他可能要绕圈圈下面，不是那个圈圈，就外围那个环的下面。圈圈圈圈，天天练练天天的我。神神看你的脸，神神好饿哦。神神亲你的脸。阿公亲一个。阿公亲一个。可是我没有感受到我吸血的效果呢。你的身后，好好的我，多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。或许我的心里不懂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会死啊！你不会死、啊。我努力让你感动。哦，天哪！哦哦，对不对？哦哦。干，我就说这个。你干嘛啦？请问跟我同乐的人有喝酒吗？昨天应该有吧。喝什么酒？还是你是指我有喝酒吗？我没有哦。我不追。请你们动情话。对。不是啊。找祭坛啊，这有困难。我在打怪，我知道，我说，哎、欸，你要死了啦！我真的要死了啦！啊，你不，你无敌，你加油。Shift 往外跑。Shift 往外闪，然后，我摸了。站在你身后守的我，你不要好不好？拜托你。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？靠腰。哎、欸，找不到啦。你没发现我？忙着快乐吗？都彼此陌生，到处都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。没戏呀啦，没戏呀啦，没戏呀！是那边那个吗？你看一下，在你那边的人，在我这边，我这边怪超多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你不会死吗？我是不会死啊，我说这边很恐怖啊，我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你没发现我？我还躲怪啊！不要笑。以前笑的耶，我可以笑啊，不是能不能继续，能不能继续？
我来了啦，挂你珠子了啦！不要再笑了，我没让你笑啊，哪一个啦？啊，你也有啦，这个就是同一个啊，你可以你自己原地按 Q， 可以自己补血。哦，那我要这个。找到了啦，这里啦，上来啦。白痴，我怎么上去？绕旁边啊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地方。能不能继续陪我哭？谁烦呢？谁烦啊？你每次唱这首歌，这首歌真的很不是你每次都唱这首歌好不好？还唱不对的音，妈的！不是这么多东西。不是重点是你每次 key 都不对啊。因为对不起，我不会唱歌。这里可以上去吗？欸，可以呢。这个位置不错，我盖。你别来啊，无啦，别死人啊啦。有怪啦。哇！跳失败了。我卡住了繁星。看我，你可以按 Shift 朝空中瞬移出来。原氏会不会玩？不会。在哪里啦？啊，这个不会没，我在你下面啊。靠呀！你在哪里啦？就这里哈。不是。你在我下面哪里啦？你卡利斯哦。卡利斯？不是啦，我不是卡利斯。这里。你上来，面对我，按 Shift， 对， oh. 然后过来。不，等一下，我晕了他，好棒啊！不要，哎呦喂啊！你可以再拖久一点，已经快到我看到你了。I see you， I'm watching you。你这。真的来了啦！你没发现我？对，在角落。来了。好啊，找个位置多好。森林守护者。这是什么？哦。哦。旁边这拿机关枪先打掉。不然会死、啊欸。会死！那个怎么会？我去哪里？不要！拦路猪哦，怎么会推那么远？我先补个血哈。你躲好哈。不是啊，这拦路猪先清掉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卡？小雨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我躲在外围的圈圈外面呢、啊。看，我要躲一下了。木林守护我。好了，我可以再站了。你知道我说哪里吧？我知道啊，我在回血了，在回血，我没事啊。只是你还看到拦路猪吗？看不到拦路猪了。看这么一大堆拦路猪啊！能不能继续？不能了！真的不行了，这不行，会死！那怎么办？打，躲起来打！看你怎么躲在这里。不是他，哇！他的把揪。喂！谁推我？不是啊。是啊，不是你啊，不是你推我啊，不是啦，怪一大堆在外面啊，你自己小心啊。我不敢出去，你不出来，剩我一个呢。好的好的，大大，你先等一下哦。小啦小啦，对，好啦。
他们呢？什么啊？这长相金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死掉了，因为小鱼，我死掉了。好了，你死掉了。太卡哎、欸，我死掉了、啊。你还妈的，你还给我躲在这里！哇！你是不是？他发现你躲在角落喽？没啊！发现了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！欸、没事，他会让你回到那个平台上，只是我真的觉得是你网路不稳哦。我看到怪在空中游泳啊！我现在怎么办？上去打啊！Shift抬头按 Shift， 你不要用跳的。你白痴！你头上只有屋顶哈、哦！这样会不会还要打一点？是可以啊，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站到99%了，你不就远远打他？可是我打不中他，我只打到他的小。右键，你可以靠他的小兵右键弹上去。不是啊，我哪里上去？靠近一点，抬头 shift 就可以上去了。有没有？好了，你尽力了，拦不住就在你旁边了。你怎么这次没有叫啊？死了死了死了！你不用过了，漂亮的尝试。哎、啊，我们要按什么？继续啊，不然按什么？哎哎，默默的，默默在你，默默的，我靠，这首歌怎么弄？你还是选细雨好了啦。细雨至少玩的比较久一点呐、啊。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，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哇吼吼吼！安逸。哦哦。你我的脚。没啊，我的刚刚拿的东西都没了，行不行？对啊。好吧，好吧。嗯。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我妹今天去台湾呢、欸。啊？我妹今天去台湾。你妹？玩。她应该在。我家吗？哦。我妹在你家，说你为什么拐我妹妹？你打电话给她，就发现哎、欸，一模一样的铃声。没发现？怎么会有我妹的铃声？怎么会在你家？这就是有问题了、啊。哎呀，那我到时候就说我妹很乖，都是繁星教坏她的。所以，没错。哎、欸，那天昨天汤包包啊。是顶撞我哎、欸！天哪，还说他自己是个 N， 就不是啊。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是不是吃到小鱼口水？我就说哎、欸，怎么说我凶巴巴什么的？哇靠！第一次就认识我，那怎么又吃到肉？哎呦，不怪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光遍这地球。地球，哎呦，我捡到一个古怪花瓶，哎、欸，有一个隧道呢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知道哦哦，传、哦哦、送传送塔，好快哦，很适合那种不会走路的人。你加油！哎、欸，不要去弄那个，那个哦，那个也可以弄啊。你如果把它躲到爆炸的话，会解锁成就。可以在这一关，那我也会穷死。没有，就在这一关就拼命拼命帮你用啊。嗯
接歌大赛，对，我们在玩接歌大赛，这样很好玩呢。可是我在想，香港的，没事，算了，不想了，欲言又止。欲言又止，欲言又止。等一下，这首歌好久、哦，你们听得懂我说唱什么？我知道啊，我看你要不要继续接啊。我忘记怎么唱，我只会唱那一句，对不起。不快是，乐的欲言又止，麦块影片欲言又止，不是那时候我去参加他们什么麦块那个欲言又止线下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呀、yeah.。在一起合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全场50多个人在唱这首歌，你知道那多像邪教吗？因为那时候就赛场好像就只有我不会唱而已，然后看他们全部都在唱这首歌，我就觉得，看这是邪教仪式吗？能不能？继续。不能。那为什么那里有个旗？那个我升巧级升，克力，一人巧克力，对，阿贝，你会耶？他会啊。我爆了你阿贝！哎呦！那个其实是我那个啦，我升级的时候就会自己往地上一插，啊，可以在里面加攻速。我看到神不是，在我这啦，神殿在我这，啊，只是看你有没有要那个啊，把那个抖到爆。哦，会燃烧旁边的敌人。哎、欸，我有那个了，黑书了。你有黑书了，哦，白痴哦。干嘛那会叫去红用？buff 吧，哦，我有红 buff 了。然后黑书不是降治疗吗？什么降治疗？黑魔镜书啊，这魔晶术是造成什么技能伤害的时候会降治疗的啊。哦，白痴，你给我说战旗的效果哦。有？对啊，每天呢，打点钱回来。哎、欸，你不能这样分开抖哦，你集中把一个抖到爆就好了。哦。哦，你浪费钱了哦，哦，哪一天知道你要走？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首歌，真的假很奇的？怪，毕业的是时候吧？唱的歌哎、欸。哦，你是觉得我跟你的毕业会唱同一首歌呢？不然你要唱什么歌？我甲你相好就到白这，痴哦！对啊？难道毕业唱这首歌吗？这里有个石像，什么石像？机器石人像，哦？妹能妹。不？啊，有害不行。嗨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艾希说你好。你可以其实就在这个圈圈里面打怪啊，挂着啊，反正会回血啊。这里也有一只东西了。有吧？有爆了跳没？成我就爆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去打 BOSS 了。BOSS 在哪？跟着你啊？走好了。啊，那我走这边。哦，啊，你不是说打 BOSS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不能绕路吗？可以啊。欸，我有那个 Q 欸。你想死哦？你 Q 到那边去，你飞过去看看啊！拜拜，拜拜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回去呗，，See 我 you 回去 again。看。哎 欸，那最后什么那个，我忘记怎么唱了。
I have to see you again. We've come a long time, long day. 忘记，算了，你也不会英文歌，算了。你怎么懂我啊？哎，不然现在打 R 了。我想说，怎么会有技能我这样打？哦，因为我想按狂球的，我想跳。你下去了？下来啊，这里啊、哦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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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听你的、啊。好啊，不要玩啊。好啊，都没有啦，我说都听你的啊，我干嘛啦？我怎么了？我又是他怎么了？不用怕，这是才一只而已啦。对不起吗？没有啊，要有，要后悔过才知道。后悔，干你珍惜也会后也会失去好吗？你想想看，你家的猫猫狗狗，啊，真的，你再爱它，它还是会离开你一样啊。你要离开我，能不能继续陪我吃？你不要这样子啊！现在只会显得我唱歌难听，因为你唱的不好听。我本来就不喜欢唱歌啊，没有，我喜欢唱歌，可是它不好听而已啊。请说。我在你的守候的我，多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。啊，本来那天好乐迪，我也要点这首歌，我有点，可是就是没有到。啊！你不说，我们帮你插一下。啊，我就没有说啊，怎样？你不说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了？去好乐迪点《芋圆柚子》。你们怎么会没有这首歌？然后服务员进来，哎、欸，你也听过这首歌哦。你不要打我，我很痛。我们要现在等。等什么？你想等什么？等。等不等？忘记。我们每天开的。哦，这边有个按钮。按下去会怎么样？我们两个同时踩按钮的话，会开启一个门。看你们要去啦。哦，然后要去找那个门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找那个。反正有，就是有道具，看有没有要拿而已啊，不拿也可以啊。不拿。哎、欸，有书哎、欸。黑魔镜书。对啊，还我122块。我现在有50几块而已。镰刀，收割者镰刀，暴击会治疗自身，好吧。所以你要有一个什么什么的眼镜，那个是加10%暴击，所以你有10个眼镜就好了。那就是100%暴击，哇、啊哦，算数真好，天哪！很低能哦。哇，不要这样子哦，低能说不定也会算的。会啊，我现在就看到了。有在更新，有啊，这也是在更新。他刚更新了一点怪的东西。有啊，他更新了一大堆我没看过的东西耶、欸，而且还有新角色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他有一只新角色，跟狗一样。哎、欸，我有钱了。我开啦、啊。哦，所以我不能开啦。对啊。那我离你远一点好了。干嘛离我远一点？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开到同样的东西啊！不是啊，这看不会有都一样的东西啊，只是看你有没有需要而已啊，你懂吗？如果像这个道具是我需要，你看到你可以跟我讲，我就去开。可是我不知道那道具是什么啊！啊，你就完全就知道了啊！更艰难的光有一定的几率阻挡敌人的哦，小熊玩具嘛，那个是可以格挡。可以想象成以前的约德啊，你不知道哦，牛排耶！哎、欸，恭喜你，你也拿到了。默默站在你身后说，
啦，你说说你不会吧？默默在你身。干好，换一首歌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最强。能不能？哎，你自己都不会唱哦。来。能不能继续？哎，我找到祭坛了。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陪我哭啦，对我哭，对我笑干嘛啦？你可以带着我哭吗？你怎么那么白痴啊？你怎么低能啊？好死。鲜肉是啥小小小鲜肉啊？能不能继续陪我哭、陪我笑、陪我闹吗？鲜肉是啥小？打怪会打死怪会回血啊？能不能继续陪我哭？可是后面都直接秒了啊，回血没用啊。欸、有人打歌词出来，有人这时候我受不了我。哦，你完蛋了！我可以，我会唱了，我会唱了。不知道受不了我，是唱错吧？对对，他要受不了我们两个，到底要唱几遍才唱错？默默在你的身后，守候的我，多想看你。惊异的笑容。可恶，他没打下一段出来。或许我的心你不懂。我觉得我会努力让你感动。等一下，这本书掉的那个宝物不是道具啦，感觉是钱呐，白痴哦、喔。哈，那你就不是我的那本了呢？是啦，同一本啊。有几率掉落宝物不是吗？对啊，那宝物可能是钱啊，懂意思吗？哎、钱也是宝物啊。为什么钱也是宝物？可是在你眼前，你的钱就不是宝物了吗？我是钱财与粪土。那给我你的钱。我没钱，可是重点是我没钱。那时候不是有人说撇开我的钱不谈的话，对你来说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撇开的钱。干，你要的全拿走。什么歌啊？吓得我承受。这样吧。那什么歌啊？你要的全拿走啊！我没听过哎。啊。你们是不是喝醉酒那么呛？没喝醉啊。欸，小鱼来。来了来了。你站在这边不要动。我听到叮一声。这里。哦、啊、是我。来来来来来。踩好他。我速速救回，你不要死哦。我不会的，我不会的。等一下，我的闹钟响了。叫我起床。你开台。叫我起床剪片或开台的闹钟响，不是有怪来的。等一下，你叫我踩的时候，我再踩。我先打，我不能站在那边不动啊！站在那边不动，我只会变成什么肉酱，鲜肉，肉泥。或许我的心你不动啊！我那个我会努力的。好好好，可以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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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收蛋几点后我踩一下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你可以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，看。叫魂哦！哎、欸，他改掉了，原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图案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。我的心你不懂，我会努力让你感动。我是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！哇、哦！哇哦！哦呀！你看到这了。快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走得有点慢。嗯，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珍惜在一起的愉快，是同一首吧？还是你是唱另外一首？因为爱，我只会唱这一句。我听过的那一首版本是这个啊，珍惜在一起的愉快，你不在。呀呀呀呀呀！你怎么？
啊，你下来啊！你去哪里啊？啊，你不是叫我进那个洞里吗？啊，我在下面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在打怪、啊。打什么怪？下来啦。来，不用打，然后出去了啦。这是哪里？耳熏呢、欸？打怪喽！哎、欸，小心要躲招、喔。我会躲的。说不能躲。又见他！我干！我要死！我要死！我要死！我要烧死！我要烧死！撤！这不是我现在要，啊、死掉了！太痛了吧，小鱼。默默在你身后死。哦，又唱错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尽力了。你怎么活得比我还久？你也太屌了吧！我的东西还比你多哎、欸。不行，你我觉得你快死了。而且你还放那个技能放啥小了？你想传去哪里啊？操！哇！哎呀！脸切接全招哎、欸！就脸吃他的招。看来我们是过不了了，我要开大绝了。你要干嘛？玩角色啊！我本来想说可以解锁角色的。那这个会解锁角色吗？不是，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你现在看我的台？好。你等一下会有延迟啊，反正你就会看到我的技能旁边会多新的技能，就是你解锁到一个成就的话，你可以让你的技能交换，类似斗阵二的感觉啦。就是你的像那个什么吃我一锤嘛，你可以选择就是前面散行出去，或是你周围一圈选一个类似这种东西。